可以，就是草木会有点多。李姐家的那个狗狗盆可以吃了，今天我来搞一点。嘿，嘿。嗯，还可以，酸酸甜甜带点辣，但是就是理解这个勾勾盆有点勾舌头。我吃饱就吃了。嗯，还可以。据说这个鱼肚很补啊。前几天被那个马轰鸟了，休息了几天，今天整根黄鳝补补。嗯，还可以。但是啊，里面这个粑粑啊，不能随便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特别苦，我尝一下你们就晓得了。这个钩子里面有粑粑，不能吃，我要把它扯掉。哇，好香，就是有点呛牙齿。